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健康的料理，然后时蔬烩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就一些蔬菜怎么会有什么味道？有没有看到老朋友波蜜果菜汁？这个我们的小编啊是叫我说在里面一定要聊说这个看到这个金城武有没有拿这个波蜜果在路上走，有白色的路上走，然后看起来像很帅气，是地球的真理。那我以前小时候还不是小时候，还有看过那个张志佳。有没有三山老师在外，人人叫我老 外。我跟你说，这两个人跟我喝波蜜果菜汁历史比起来差远了。我告诉你，对，我也不知道说很话。我从国中一年级，当我在打网球的时候，每个人喝的是什么可乐，我就是健康，就是波蜜果菜汁。每个人都觉得这个蔬菜摄取很重要，但我们每个人蔬菜的摄取都不够。哎，它有很棒的地方，所以它很好喝，真的、啊。很多果菜是你喝你受不了，对不对？有人跟你说、啊、这个很好喝，任何只要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很好，对不对？都有一个最先决的条件，就是要喝下去。没有喝下去，再怎么好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从小对波蜜果菜是，哎，我说真的哦，我不是因为我现在接了他们的业配，我就讲这个。我是很可惜，我国中的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不然拍给你看，对不对？无奈，但说真的，对他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当这个波蜜果菜汁啊找我们做业配的时候，其实我一点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害怕说啊会不会介绍的时候好像自己没有试过，要不要试试看？我根本连试都不用试，国中就开始喝的，国中一年级，我这样讲可能比较恶心一点，大概四十年前。啊，就太老啊，对不对？波蜜好像是台湾做的第一支果菜汁，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对不对？所以我在国中那时候我才会去喝果菜汁这个东西，而且它上面的里面所含的，它是用什么？用这个红萝卜，很多小孩子不吃红萝卜哦，波蜜果菜汁喝得到，因为它里面有加了凤梨，对不对？又加了一些别的蔬果进来，基本上好像没有人讨厌，说真的，而且它没有什么。那种果菜汁有的罐头味，因为有时候一些果菜汁哦，有的罐头味你也觉得不好喝。但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我们今天做这个时蔬烩面，为什么我不担心？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烩面或者是烩饭的时候，我们那个酱汁啊，它有几个，好比说你可能需要这个有带点动物性脂肪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会用鸡汤。但是呢，你用鸡汤的时候呢，有时候来不及，或是你饼多，你就怎么样，就直接用鸡粉。那为了是什么？为了是要这个烩面它的味道可以呈现出来，让你觉得好吃不无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很棒的蔬菜汤，或是蔬果汤来做汤底，那你就不用担心啦。尤其这道菜，我现在看了一下哦，素食者可吃，全素哦。我没有放什么，我没有放葱，没有放蒜，对不对？青椒素食可以吃吧，对不对？那再加上我们有时候在做酱汁的时候，我们也会放什么？放一些糖进去。有人会放味精，但是我的习惯呢、啊，我从来没有放味精。因为我觉得食物本身就有甜味，那你说真的不够，补一点点糖，补个味道就好了。所以今天我也不会特别去，用味精，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用果菜汁来代替。当然啦，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做的菜是什么，是汤汁是透明的，那我只能跟你说，那你就不要用果菜汁，波蜜果菜汁就不要用，因为它颜色是橘红色的嘛。但那你可能就只能加味精，或者你去熬别的汤。但如果说今天我做的是烩面，我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糖醋，哦，又有一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茄汁烩饭烩面，那你当然可以用波蜜果菜汁，颜色又好看，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用的这个，除了喝之外啦，拿来做菜其实也是很好的。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但你如果照了这个做了一次，我跟你说你会喜欢。好，那这边我们再放一点金针菇进来。这已经好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的啦。
然后待会再用一些香菇去补足它的味道，这个都可以放在一起，待会下去炒都很快。香菇我看这边就放个两朵好了，好不好？然后放点黑木耳进来，哦，所有的膳食纤维也都补足了，香菇有膳食纤维，对不对？黑木耳也有膳食纤维，这个金针菇有膳食纤维，再加上波蜜果菜汁的里面的这些维他命，够了，绰绰有余。哦，好，那我们要做的今天的烩面稍微不一样一点，我们会把这个面煎得有点像两面黄，所以我们稍微煮一煮，把什么，把油面在外表的这些油脂啊，把它先拿掉一点，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到底这个它在做油面的时候，它添加是什么样的油，这个尽可能水分要拿掉哦，不然这个一下去煎，它会很容易油爆。好，然后来点油，好，锅子烧热。把它摊开来，有没有？可以看到表面有一点点，就是面已经被你煎得有点脆脆的。面的种类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的任何的面哦，你要阳春面啊，你要油面啊，甚至你要用泡面啊，都可以。哦。你可以刚刚掉下来的那声音，你有听明显听到清脆，这样恰一声，就代表它面外面已经脆了。然后放在旁边，那这边有油，还有点油，我们就刚刚把说刚刚的菇把它放进来，增加它的香气。油可以稍微少一点没关系，有点像拌有点干煸的感觉，一点点就好了，哦，不用太多。黑木耳，任何的胶类放进来，好，来一点酱油，补一点味道。来一点水。然后可以马上试一下咸度够不够。哦，糖醋排骨的味道，这应该不骗。然后盐巴，白胡椒。欸，很可以耶。非常的好。勾芡。如果你今天想要再多一点点风味，你也可以试着素蚝油也可以。但我们今天没有用素蚝油，我们今天直接用酱油，因为现在波蜜果菜汁在里面已经构成了非常好吃的元素了，所以不太需要了。来，然后把蛋淋进来。关火，然后来一点点的香油，还把面放上来，香菜。我如果告诉你说我做的是糖醋时蔬烩面，你一定相信。但我跟你说我是用波蜜果菜汁做的，你讲说我敢去买一罐，不对，要买两罐，一罐来做一罐喝，试试看。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波蜜果菜汁做菜齁、哦。
但我说真的，这个如果大家想试试看的话，你可以拿来试，因为真的是很特别，而且很好吃。边讲是边流口水。嗯，它本身古代是煮带出来的甜，我也没有加糖，对不对？它带出来的甜已经足够了。那你用糖醋了，你如果真的要酸可以，因为面我其实没有习惯加很多的醋，太酸我不是那么爱，所以它现在的那个酸感跟甜感刚刚好，那你可以明显可以吃到一点蔬菜味。当然，我放了这么多的椒类，会有蔬菜味，它一定有。啊，但是它的你可以明显知道这个蔬菜味跟椒的味道是不太一样。哦，波蜜果菜汁拿来做菜，只要是羹汤类的，其实我觉得是真的非常棒。现在这个喝起来跟这个吃起来完完全全不一样。我如果没跟你讲，你一定吃不出来里面加了波蜜果菜汁。我们呢、啊，现在大家都忙碌啊，说真的，不要说做饭啊，你在外面吃饭的时间，我们其实蔬菜的摄取量都太少了。很多人讲说，这个肉跟菜的摄取量要一对五，肉一菜要五，但是我们基本上都吃不到。你叫了一个便当，在最大份的除了米饭之外，就是上面那些肉。但蔬菜需不需要？需要。那如果刚好你买了一个便当，你需要蔬菜的摄取，哎，来一罐这个波蜜果菜汁，方便又可以让你身体健康，何乐不为？哦，大家试试看，很不错哦。